同名真人剧，服装由 PF37 赞助提供。谁呀？大清早的也不让人好好睡觉。大清早，你的东西收拾好了吗？我可不会等你太久的。好帅的小哥哥！那个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是？没有人告诉你，我今天早上来接你吗？什么意思啊？给你10分钟，收拾好你的东西，还有你自己。啊？我？其他的，你打电话问你妈去。我一会儿过来，你先坐一会儿啊。怎么突然来了一个美少年，说要带我走？太奇怪了，会不会是长得好看的人贩子？哎，等等，昨晚吃饭的时候好像说了什么来着？我给你找了一个补习老师，明天会过来接你哦。是妈妈请来的补习老师？不对呀，这么年轻，太可疑了。还是打个电话给妈妈问一下，到底是什么情况吧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米莉，我去找你爸爸了。反正你成绩也不是很好，我在这边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而且我真的超想你爸爸。你在别人家里要乖乖听话，别到处惹事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哎，对了，我帮你转学了，是明溪大学的附属高中，暑假结束可以直接去报名，然后上午10点我朋友儿子会来接你，叫百叶，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哦。什么？妈妈竟然让我寄宿在一个男人家里？妈妈的心也太大了吧，万一……好像也还不错。啊，不对不对，我在说什么呢？啊，还是赶紧打个电话给妈妈吧。啊，米莉，信你也应该已经看过了吧？我马上就要上飞机了，行李我已经帮你收拾好了，就在客厅里。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妈妈爱你哦。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，哼！明天我朋友的女儿要来你这住一段时间。一段时间是多久？一个礼拜？一个月？还是一年？一年吧，期间你还要给她补习和预备高考。不可以。哼，那你回来住啊。我是不会回去那个家的。这才像女孩子的房间吗？差不多就行了吧。你可不要动什么小心思欺负别人，被我知道了可不会放过你。喂，那个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嗯，走吧。还挺可爱的。那个，喂，小姑娘，做好和男人共处一室的准备了吗？什么？等等，等，我可是一刻也等不了。
索性我爱上你，胜过所有奇迹，就从这一刻起，注定你的